惨了，该怎么办？那我们只能凑战备尽七图了，先拿一把喷子，再拿一把榴弹枪。发现仓库只有一个六头和一六包了，那我们就拿一个五甲了，给我们的枪上带上红点凑战备，再拿一张我为数不多的黑卡。来来来，红橙黄绿全安排上。这个战备也是刚好凑到300000打七图，并且这把是暗部九千分渡劫局，先卡了20年复活点。看去复活在桥头怎么办？三匹马就下注直接冲。我去群马，这边注意的是前面100%会有一个复活点，等他过来的时候我们直接打，可以在这溜一手。是个嫖仔，我们就不去舔包了，直接去辐射。我那个躲进来脚步声群马直接躲在这里把他溜了。不是小伙子跑这么快干什么呀？我去，大红狗子，我那个躲还来个双黄蛋，我靠，我刚准备走又来。不是你让你舔了吗？小伙子二战头盔也是掉了。这边告诉大家，开箱子的时候疯狂开眼就可以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东西。过来把这个辐射区失败实验体给他打死。咱们直接锅补，我靠，锅补直接爆红了，兄弟们，这什么没用的拖把，把黑卡捡。25分钟的时候在这边练五人，兄弟们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OK， 前面来了一个，直接打过了一个刀，兄弟们，这是挂了，我靠，花生妹妹吃饱来一把榴弹，小伙直接吃饱上路，这什么一把改进妹妹没啥用。不是我开箱的时候又听到脚步声，怎么办？直接来支架。一发榴弹过去，小伙没吃饱，来花生米烤地。哎，可怜的狗老大又成盒了。哎，吃饭的家伙掉了。最近辐射区的老鼠有点多，到处投降者，说你的。还有，我直接强烈建议官方，你把七图辐射区改成老鼠区得了，全是老鼠跟他偷箱子，我真的服了。哎，狡猾的老鼠也是钻进垃圾桶里，我真的服了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你偷那么多箱子，你还躲，你再躲，我靠，直接给你吃烤地瓜好吗？小伙开心的睡着了。小猫给我爆了个红，有什么呢？我去，红光片绝，直接走。哎，兄弟们，开黑门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当然是献祭我们的五彩小玩具。来，臭猫卡，来第一个箱子看得出啥？没有，没有，妈的，我去你的！我操，你这样子，你逼我嘞，你逼我嘞！哎，这七图辐射爆率是真的低啊，我们只能直接撤离了。等等，我去，二战头兵，舒克开贝塔，坦克开，我去，没事，我们躲在厕所旁边，边打边退。坦克瞄准我们的时候，直接躲在这个房子后面，这样他就轰。